老师，谢谢。那个美秀老师啊，然后我们现场的贵宾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咱家乡亲是大家好。我是陈义奇吼，基金车衣，我网络叫新衣啦吼。今天真欢喜受邀吼，因为尾啊美秀老师和咱以绿豆完啊拄啊好，可能差两个月吧吼。咱以绿豆开始咧开讲，甲大家分享咱少年家对政治的看法。今天受邀来遮演讲的时阵吼。虽然时间来讲，咱每场演讲的时间无长，但是伊予咱的题目，我感觉非常迄是真有挑战性啦吼。因为咱是要安怎予国民党伊即个2016年内底的国会吼，会使予伊失去了即个上大党的即个地位，予咱的国会会使政党来轮替。我想即个物件头拄仔美秀老师有讲，现主持咱嘛看咱台面上有足侪所谓的第三势力公民的新生代，包括咱国昌老师、咱丰正吼，大哥因时代力量，他们正在入阵，因咧入阵，爱蛮希望入阵的过程当中，会使把上届困难的选区改卷起来。伊卷起来过程当中，安尼咱是毋是有可能甲过去正面赢的这些选区，拢国民党长期这些蓝大于绿的这些选票结构，这些选区咱有法度甲伊抢倒来，咱是毋茫安尼啦吼。但阮基金车意这部分，因为阮无参选，其实阮一开始是足想要参选，因为阮去年2014年就有参选，我有参选市员，阮伫高雄派出4个，派出伊先就派出一个啦吼。其实迄时阵阮是希望。其实我2012年阿未太阳花进前，我2012年就开始讲14年绝对爱选。选的时阵，咱绝对爱全台湾为头到尾，一定要叫少年家出来扛旗，扛这的这所谓的这旗帜。这个旗帜内底是啥货？这个旗帜内底就是爱，因为咱这个少年家甲过去无啥共款啦吼。台湾是台湾人，国家这无啥物好啥物好争辩啦吼。所以如果有一群少年家，伊愿意扛这种旗，迄、那个旗是比民进党徛的搁较坚决的。以主权顶端较坚决，以政治民主的立场顶端较坚决，以咱的社会公益的顶端较坚决的话，安尼咱看到啥货？台湾是往迄个方向去。因为你如果今仔日我记者咧，一个少年家啊，甲咱即个蔡主席、蔡文主席讲，蔡文主席，你无够吼，台湾立场无够坚定哦。安尼意思是啥？未来台湾是即个少年家的手头，所以台湾是往台湾主体立场愈来愈坚定的方向去行嘛，吼。所以咱是希望少年家，不过太阳花出来了，予咱足振奋，因为咱看到有足侪足侪只少年家站出来，吼、哦。虽然因分做敢若看来无共款的团体，但是其实因内底拢有一个共同的心情，甲一个共同的旋律。基本上可能大家迄个主张顶关、策略顶关无共款，但是我认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款。就我头先讲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，这无啥物好争辩嘛。如果对哇，即句话甲过去有啥无共款？过去就是讲，台湾如果到底是毋是一个国家，咱就大家吵啊，咱进吼事实独立，法理没有独立吼啊等等之类的，啊是讲台湾啊毋是一个国家吼啊。对少年家来讲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的意思。如果你认同台湾是台湾人的国家，现主席是一个国家，安尼你好好来保护。如果你认同台湾啊毋是一个国家，安尼你爱甲伊打造出来嘛。所以这句话就介绍着咱过去，咱陷入去做足侪无同款的，即个独派的理论的顶端，即个争拗，咱跳脱出来，因为因这代是所谓的天然独的这个世代，但这个天然独的世代，因拄到一个足大的问题，就是啥？是因为台湾社会上界崩坏的时阵，拄啊因出社会的时阵，所以台湾的新主倒退十几年。所以你知影咱咧做公民运动的时阵，包括国昌老师因，我认为上拄到上界大的问题是啥？咱的少年家因有开足侪时间，因必须为着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烦恼，去烦恼。比如讲，昨有一个统计数据讲，台湾有65%的少年家。大学生毕业的少年65%，其实一年薪水无到25万。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，你有看到啥？咱台湾的少年家去用低调的，去用低到无法度有时间来参与着公共事务。所以，遐尼艰苦的情形之下，佮有遐尼侪少年家伊愿意来参与，我认为这是台湾真正是一个要改变的一个预兆了吼。所以我感觉这是足好的现象。只是咱要让这个足好的现象来甲引导伊16年内底，像去年。同款，咱拢知影，去年民进党选了非常的水亏，国民党选了可能是历史上可能的大败。但是问题是，咱心内底拢了解，这绝对不是民进党做了，予人肯定嘛。所以头拄仔美秀老师咪讲，民进党也满意度较几趴尔，是啥物意思？是因为咱大家有一个共同目标，就是国民党
对台湾目前来讲，伊是独碰过。民进党，咱可能无满意，但是咱了解现实的政治顶端，伊可能是烂碰过。但至少烂碰过甲独碰过，敢若选的时阵，咱当然非常了解独碰过吃落会死。烂碰过我老师五天六天无要紧，命保咧，后斗过来。后斗过来的意思就是，像国昌老师引进的时代力量，好的碰过爱入阵。所以咱要安怎好的碰过，和民进党未来甲好的碰过来做朋友，民进党就会变好啦吼。啊，因为国民党。民进党过去咧，长期拢甲歹朋友做同学吼，因为国民党，所以愈变愈歹吼。这唔，咱一定接来咱台湾吼，除了2016年之外，搁有一个历史任务，就是未来爱和民进党甲好同学、好朋友来做好朋友，安尼伊才会逐渐吼往好的迄个方向去行吼，唔通拢学着国民党遐个啦吼。啊，所以我要讲讲，啊，变国会过半。其实，阮基金会一直在做一项物件，因为咱知影现主席有足侪所谓的咱遮新兴的遮力量想要入去，吼、哦，啊，想要入去的过程当中，咱可能无法度一捆头一接到，吼、哦，咱就讲，因为你知影进选举，尤其立法委员的选举，咱的选择现主席的所在吼，咱选择就讲，虽然立法委员的选区区域比市议员较大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其实无较大，你知无？伊是单一的迄个席次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伊迄个区域内底吼，其实伫地方上，你也了解讲，其实咱立法委员的选举某一个程度吼，比市议员吼，佫较生产或念啥，佫需要调下卡，佫需要服务，佫需要即个精神大，即个政治游戏规则，靠我都选调，你知道？这是目前的即个选制内底足不利的所在。所以新兴的力量变啊，入去甲伊打破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即、這个算讲，爱咱大家共同来努力甲打拼啦吼。但是咱会使做一项代志，迄项代志就是，阮今次呢。车买啊，到三月底的时阵，甲国昌老师因，咱大家共同来推动一项物件。咱先甲饼做大，或许有的人适合进这个时间入阵，有的无多，阮会再做啥？阮会再做一项物件，就是咱先做一个物件，就是延续着去年太阳花运动了，到年底十月29号的这场选举，和民进党。赢国民党大败的这个气氛，就是咱台湾想要改变，咱台湾想要打造一个无国民党的未来，所以会使做啥物货？要咱延续，要咱延续，延续就是一项物件，就是咱若拼做大，迄、那个氛围做起来，没有迄个气势，讲咱不爱国民党啊，阮不爱个国民党，阮已经挡袂掉国民党啊，这个氛围要出来，要怎出来？阮来推动东山公道，阮就希望讲先甲拼做大，甲拼做大。拼做大的过程当中，做这个物件，差这个物件，什么意思？公投大家拢嘛非常了解。公投以台湾，我阿你报告，如果无你执政，就讲无你用行政资源，无你用党派资源，其实理论上无法度过。但是你讲无法度过，其实某一个程度嘛唔是啦吼。因为我最近有甲迄、那个咱进前迄、那个阿扁总统见面吼，因为咱去甲伊问下身体有好无，因为高雄，所以阮有时间来问看身体有较好无安尼。伊就讲一句话，伊就讲迄时阵因其实。入联公投270万呢，人数输呢，270万分呢，所以做会到呢，不是做袂到啦吼。但是如果当个咱第三势力公民的力量的话，其实人数输要短时间吼去修改足困难，所以较需要国昌老师因在推动的这个所谓的公投法补正，那咱的公投鸟笼公投变哪松绑的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咱变哪个这个氛围做出来，所以阮个。公投人数，东山公投人数，当作一种政治运动的啥，就是要把国民党杀去人民、社会、台湾的对立面，让台湾的这道的选择内底，至少台湾要争出一个士气，甲一个社会氛围，什么款的社会氛围，就是台湾要延续着去年10月29号，台湾人无需要再由国民党统治，的这个社会的氛围，阮已经挡袂掉啊，的这个氛围。所以这个氛围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氛围出来了，咱才有可能先把饼做大，让国民党的人要投不下去，更少投不下去，离开不去投票，因为投票都降低，咱投票都提升，咱就有法度去保障到，包括遐深蓝无好选择的这选区，因会愿意去了。所以你知影无？啥物是红手挑出来？啥物是红手挑这个系统的出来？会有可能啦，红手条可能迄年是弄假成真啦吼，因为你查甫无人拍，所以查某就去哩，安尼有可能是安尼，我唔知影，但是因可能因这动是安尼嘛，好啊，就弄假成真嘛，啊弄假成真的经营之下，咱大家其实要问一个问题，谁那因要选一个必输的选战，而且洪秀柱是几统，我大家报告，因为因要巩固因的深蓝，他要让基本盘回归，
基本盘回归的话，就会让我们扛下艰困选区的加第三势力很困难。所以我们要在总体氛围上、社会这氛围上面，给泡开、弥漫一个氛围。弥漫一个氛围，就是台湾要变，台湾要改变。那个改变啥？就是我们无需要再有国民党。到国民党是可耻的，到国民党是无够资格呼吸地球的空气的。咱应该安尼啊，咱也好安尼有这个心情。所以咱来延续着去年11月29号，所以我咧杀东山公投。啊，出歹势，东山公投其实去用破局，才有民进党的。啊，反正才有小圆子友会。啊，这嘛会使讲，我这样一支嘴吼，我这样我嘛不避讳啦吼。因为我感觉对台湾有利的，啊，不是对东派有利，因为我本身就属于基金车安尼尔。虽然我有登记建团啦吼，如果要讲动，我嘛属于基金车一动。但是我的意思是啥？咱公投内底其实吼，咱本正2个月该过关啦，第一阶段。啊，过关了，我就开始要查，哦，迄个趣味啊，我就开始要查这个议题，查好这起来，要让台湾弥漫一个社会氛围。你啊，2个月会使送入去迄个公投审议委员会话 ，OK， 安尼社会氛围就出来啊。我来讲，歹势，民进党这个过程当中，因为因认为大局端要有利，大家拢倒咧选，大家拢倒咧选，无啥想要整，无啥想要整，所以你知影无？一件代志，反正这小英自由会，我讲一下，反正伊也听无啦吼。我或许有人等于传我，因为咱今日平日拢讲，我也蔡英文主席讲两摆，蔡英文主席尾仔叫我去选对会报告东山公投，因会知是毋是会使配合。选对会尾仔送到中常会了，因做一个决议，因的每一个迄个公职人员应该爱来迄个斗三共这个东山公投。台联一个月收23000几分，欠民进党50000几分。啊，结果你知影，蔡英文决议了，令不出中常会。没人发公文，所以因所有的地方的公职人员完全无收到。你讲这个党是咧创啥货？咱为台湾咧拼生拼死，咱为台湾是咧做大局出来，结果咱这个党无咧甲咱促销。所以我足气的，就是气安尼。明明咱是咧做一件家喻户晓、掩护的代志，和国民党的2016年这道选举内底徛的人民甲社会的对立面，和社会氛围出来，甲拼生做大，和迄个氛围出来了，我跟你讲，选举是靠势啦。这个写出来了，你知影？大部分的选民，其实台湾大部分的选民，除了做自主性有伊心中主义的人选之外，大部分拢会看势。所以，社会氛围出来了，你来了解什么？哎呦，你到国民党呢，足可耻呢！你来，这个社会氛围要出来，咱咧加这个社会氛围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过去民进党教人来讲，啊，你拢选举操弄，甚至过去后迄落，然后佮族群操弄，歹势，这拢叫少年家来教。当你公民安尼教的时阵，当你这20几岁的人、少年家安尼教的时候，我讲国民党伊就是日薄西山啊啦，准备新疆旧木入去啊，入去到官场去啊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咱咧差这个社会氛围，吼啊，阮东山公投，我乃继续差，做一种人事运动，做来继续差。只是讲伊第一阶段，阮去予民进党来破局，吼、哦，我感觉讲迄时非常不好吼。所以你若有听到的话，阮的电台内底嘛有呼吁，足简单。咱用咱人民的力量打电话去民进党服务处，代表伊的迄个服务处，既然你支持的民党议员讲，哎，你来出更少，无来讲签这个公投人数，你嘛爱做一个公投人数站。咱用咱的力量去要求伊来做公投人数的迄个，你也知影呢？公投人数第二阶段可能我那袂过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社会氛围差了了，就新政府就变成新的民意嘛。民意你来去回应嘛，啊，你唔讲你新政府、新国会，你来回应嘛。如果咱的时代力量也入去了，因就会使内底。把咱民意接落来，扮演如何的角色，我大家报告，东山有可能就不当党产处理条例，咱政党法相关的法案，也可能排入议程内底啊。甚至咱的公投法拢排入议程内底，就是用这个物件嘛。所以咱咧做这个大局，是为着台湾未来的大局。所以拜托一下，咱各位乡亲，真正16年，咱来做一个氛围。阮咧做的，阮咧杀的迄个氛围，阮会使做到的。就阮基金车也会使做到的，推动的这个物件，吼。东山公投一辈许上届大用意，就是甲拼做大，甲国民党杀个到台湾社会整个对立面，互伊变成台湾应该爱去甲伊解决的对象。如果安尼情形之下，我大家报告，安尼情形之下，咱包括第三势力，伊拢会较好选，伊拢会较好选，甚至因如果有法度入阵，因就会使承接咱的新民意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你也知影台南市议会。迄个民进党的议员是比国民党较侪，但是选出国民党的议长李全教，啥呐？因为听讲有3000万，所以你也要处理个东山的过程当中，你也无需要，你也无只新的只力量入去，我阿你报告一下，一个5月嘛，甲你买去，一个5月嘛爱买去，人香港的这个前一阵仔因的迄个立法委是较有价值呢，一票13亿甲12亿呢，吼、哦，
因无去要买去呢，吼，迄可能原来是糊里糊涂都破局去吼。但我的意思是，你看，你也要处理掉伊一千亿的东山，伊可能五亿呢，吼。所以咱需要新的力量。当因扮演伊内底扮演，因后我都伊国会内底扮演咧新的力量的时候，迄个国会整个拢会胖起来，整个拢会胖起来。吼，啊，所以咱是用安尼，即个迄落啊，温州会使做咧做即个工课，吼啊，以即个算讲，互国民党国会无过半的过程当中，阮。大家人，我感觉咱可能台湾人民可能拢爱家己去思考讲，咱会使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因为甲过去已经无同款啦。太阳花运动内底有一句话叫“家己国家家己救”，家己国家家己救的意思是讲，这个国家不只是民进党系，就是讲不只是民进党这公职人员系。过去咱拢寄望伊，我唔是，咱其实嘛爱自己问家己，以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会使选，咱会使做什么样的工作来保护着咱家己的国家，以及打造一个较好的未来。好、哦、啊，多谢大家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多谢，谢谢。